我是公关列车团的八十年九月，九月二十一号，瑞芳，松山站三站十六点三十一分，出发是二三八次，从北京到花莲的不用啊，这样。然后2022天天用2021不用嘛这样2387就没用到好的人不用嘛这样然后下面干嘛这样我们都做定我们的激光片好了赶快自己就拿拜拜也有2387不用嘛对双方站挺高谢谢各位